利益存亡品第七。以时地藏菩萨摩诃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观是阎浮众生，举心动念，无非是罪，脱获善利，多退初心。若遇恶缘，念念增益，是等辈人，如理泥土，附于众石，渐坤渐重，足步深邃。若得遇知识，替与减负，或全与负，是知识有大力故，福相扶助，劝令劳脚。若踏平地，虽省恶路，无再经历。世尊，习恶众生，从千毫间，便至无量。是诸众生，有如此习，临命终时，父母眷属，而为切腹，以知前路，或圆翻盖，及燃油灯，或转读尊经，或供养佛像及诸圣像，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，一名一号，历临中人耳根，或闻在本色，是诸众生所造护业，计其感果，必堕恶趣。原是眷属，为临终人修此圣因，如是众罪悉皆消灭。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，能使是诸众生永离恶趣，得生人天，受圣妙乐。现在眷属利益无量，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，劝于阎浮提众生，临终之日，慎勿杀害及造恶缘，拜祭鬼神，求诸妄。何以故？以所杀害乃至拜祭，无千毫之力，利益亡人，但结罪缘，转增心重。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，生人天中，原是临终被诸眷属造是恶因，亦令是命中人殃累对辩，晚生善处，何况临命中人在生未曾有小善根，各具本业，自受恶趣，何忍眷属更为增业。譬如有人从远地来，绝粮三日，所负担物强过百斤，忽遇邻人更负小物，以是之故，转伏困众。
世尊，我观阎浮众生，但能于诸佛教中，乃至善事，一毛一滴，一沙一尘，如是利益，悉皆自得。说是于时，会中有一长者，名曰大辩，是长者久证无生，化度十方，现长者身，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：大士，是南阎浮提众生命中之后，小大眷属，为修功德，乃至切斋，造众善因，是命中人，得大利益，及解脱不地藏答言：长者，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，略说是事。长者，未来现在诸众生等，临命终日，得闻一佛名，一菩萨名，一辟支佛名，不问有罪无罪，悉得解脱。若有男子女人，在生不修善因，多造众罪，命中之后，眷属小大，为造福利，一切圣事七分之众，而乃获一六分功德，生者自利。以是之故，未来现在善男女等，闻见自修，纷纷几获无上大鬼，不期而到，冥冥有神，未知罪福，七七日内如痴如聋，或在诸师辩论业果，审定之后，具业受生，未测之间，千万愁苦，何况堕于诸恶趣等，是命中人，未得受生。在七七日内，念念之间，望诸骨肉眷属，与造福力救拔，过是日后，随业受报。若是罪人，动经千百岁中，无解脱日。若是五无间罪，堕大地狱，千劫万劫，永受众苦。复次长者，如是罪业众生，命中之后，眷属骨肉，为修营斋，资助业道，未斋食境，及营斋之次，米金菜叶，不弃于地，乃至诸食，未献佛僧，勿得先食。如有为食，及不精勤，是命中人，了不得力。如精勤护正，奉献佛僧，是命中人，七分获一。是故长者，阎浮众生。
登，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终之后切斋供养，至心勤恳，如是之人全亡获利。说是如是，都离天宫，有千万亿那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，大辩长者作礼而退。